挖掘新闻人物，挖苦新闻人物，我是郑鸿仪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。哇哇哇哇哇！哎呀，这个今天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大声的一集之一啊！好，来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哈，那第一位呢是这个演员陈昭婷，昭婷好。大家好，各位前辈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昭婷，欢迎啊，这个。昭婷是孙翠凤的千金，对，我是老大。是，好，那么等一下再来请教您。好，听说妈妈对你们很严，听说，哎，到底有多严？是真正的。来分享一下哈。那么另外呢，邀请到的是这个演员方佑馨。鸿仪大哥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佑馨。这我家己的。家己人，我家己的拢这么水，对啊，谢谢，这么有气质，谢谢。好，另外邀请到的是大家最喜欢的这个吴念真导演，吴导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半个家己人啊，所以较歹，歹势。就半个啊。好，另外呢邀请到的是最受欢迎的演员洪都拉斯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洪都拉斯，难怪叫唔对啊，因为大家足侪人拢叫我你家拉瓜。好，那么另外我们邀请到呢是演员李孟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孟淳，我也蛮常去嘉义玩的啦。真的，对，这关系爱纠结。好，表示孟淳也很漂亮啊。孟淳是屏东人哈。我是高雄人，高雄人，高雄人，好。那另外邀请到的是这个导演也是编剧李明哲，明哲兄，大哥好，大家好，好啊，欢迎六位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这个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戏剧要介绍给大家哈，这个叫做《人间条件一》哈。这个我们今天主题是重返人间，就是《人间条件一》啊，要重新来过。可是当然重新来过不会是以前那一出了，演员也不一样，可能剧情也有一些不一样。那么要先跟大家讲，就是说《人间条件》系列到目前已经演407场啊，那个一场都几千人吧？对，几千多个，一千多人吧，然后超过600,000人观众数。60万呢，很多国家连600,000的人口都没有。我讲真的啦，真的，我讲真的啦，哈，这个被称为是最受欢迎的国民戏剧这个造成的人间狂潮哈。那这个先请来请告这里舞蹈的是，这个今年怎么要重复才这个再演出《人间条件一》？不，因为这人间，就你讲人间跟一跟八到八，好像是一个阶段性的。嗯，对我来讲，我刚刚自己年纪也大了。大了之后，应该是某些东西应该是转给，比如说创作者我哈，像光明哲啊，因吉他应该有新的创作出来了。对我来讲，要不要重新整理过？重新你其实应该演过1、2、3、4、5哦，遐报告拢写到了。就那个巴黎火灾，对，那个烧掉了很多，损失足惨重，很多损失惨重啊。对，既然那个东西好，那要不要重新来过？那要不要重新来过？重新来了，第一代记得演完爱话嘛。因为那本来是李永峰长黄一年个，大概年纪较大，体力较无啊。李永峰顶边2016年搬的时阵，阮后台四个人放氧气瓶，也装啊装起，也串啊。所以那个东西必须要更换啊，布景嘛要更换啊。既然布景，音乐嘛要更换，所以规个拢换啊，换了几乎是重置，几乎是重置。所以对我来讲，唔是讲观众，对我来讲，我个人都充满期待了，因为演完不同款，你演出来的方式不同款。比如讲，你顶话是因查某囝阿妹。气质无共人，就无啥共款。表演方式无啥共款，就有趣。我觉得这个部分。这个演李长，哎，你好，今天查囝，我查囝，你敢有可能生出这个查囝？母亲优秀，对好啦，对好啦，恭喜妈妈大姐啦。好，那么这个也要感谢舞蹈他们，因为在疫情3年期间，人间条件1到8是。这里在网络上开放给大家免费观赏哦。对。啊，多少人看？
280万人次嘛。哦，我自己都吓一跳了，我给自己都吓一跳，因为对我来讲有点拍摄，因为像一二三四的拍的东西都已经十几二十年前拍的嘛，那这个画质它本身就不好啊，对，啊，基本上弄数位化嘛，所以那个影像坑呢，网络的时候我。当然，那个画面感质感不好了啊。但是现在观众嘛是安尼看，对对啊。对我来讲，我自己会觉得何其有幸，就是讲大家愿意来看，啊，280万人次，那蛮多的。对啊，你让我们常常讲，全都要开玩笑讲哥斯达黎加，竟然有哥斯达黎加的人就写从网络上留在我的 Facebook 留言，就是说一个李泽圭尼没有听过台语。哦，对吧？刚才看到一口脸，对，疗愈光，那种感觉，而且讲啊，对哦，因为网络它无远弗届了，所以你接触到就很多人，你也才知道说，哦，你的观众和你这样，那比如讲，人言已有，有一支出哈，即使起码对观众免费演出诶，对于魏武营的广场啊，圆满剧场啊，屏东啊，这个千禧公园，哎，拢一两万人呢。啊，对导演，户外，对导演来讲，我来讲，你拢唔知迄款紧张。你也一两万人坐遐，戏来歹看，还是讲有闷的地方，一开始开始叮当。人也不耐烦，哎，会不耐烦。你演完要来演呢，所以对我来讲真紧张，迄是大考试，也是自己的心愿的完成呐。一两万人安尼，所以我弄我的。爆棚的棚有无背起来？比如讲，我再下一场吼，位较济，观众会不会不耐烦？所以我拢背迄个棚，你看，看下开的反应，看下开通安尼，安静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放心，因为很专心在看。没错，没错。啊，现场之后，你把另外一种幸福感跟成就感，就是讲，哦，我当初下的时候就是不要让你就是让你们安安静静把这段话听完。那你们竟然听完了，就代表哦。那种满足感很虚荣啊，但是又很开心，所以这出戏重要的回馈。对，这出戏非常特别，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特别。对啊，是这样。啊，你也看到讲，那有人你安尼，你七目屎安尼？哦，有啊，有啊。啊，迄上好看是得考，就是大家有互相分那个面子啦，啊，无退后边去的啦，啊，无是笑。哦，笑的时阵哦。你拢坐迄个塑胶凳子嘛，啊，你无可能就安尼歪来歪去嘛，变做安尼什么叮当一下，我搁抡一下安尼个，啊，全场的动作会很有意思啊，那种成就感，可能是对创作者来讲，有对我来讲啦，那是最大的满足。那人间条件呢？讲起来，我看人间条件一到八，你会去思索很多人跟人之间相处的问题，对，好啊，你会有一些。珍惜或者后悔，我这个是为什么没有这样处理，或者是说珍惜，说我应该要珍惜更多，我可能疏忽的。对，没错，我这边也做统计嘛，我们工作人员做统计的，就讲被人家一到四五嘛，那时候在网络上播嘛，播让你们选，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个？一二三四五，你喜欢哪一个？对，一二三四五，你播只播到五嘛，还是六？忘记了。反正你们自己选，你们要哪一个？结果出来的有一个我蛮意外，因为我本来是觉得啊，就照一二三呐，就是照一嘛，一很好笑嘛哈，二是有历史背景嘛，啊三是我自己的人生的背景，去瞎告诉的嘛，所以应该三呐，结果没有是四，哦，第三名是四，一二是因为四是瞎姐妹，瞎姐妹，而且家庭内底。两个姊妹啊，一个资源较济，一个较少。但是各厝各家到底是啥？对，我觉得原来他们在意的这些事情，是他们在身边可以感受到的。对。你用人间条件四是第三名，对。啊，人间条件一第几名？第一名。第一名。第一名。爱的，伊的趣味啊。哦，大家爱趣味。啊，过来是就是讲伊。前台湾有四五个城市，捌安尼编辑演过啦。对啊，所以那观众群很多。那当时《人间条件一》啊，《重返人间》，你是什么款的发想会写这个剧情？那我们等一下再请舞蹈来讲一下剧情，好不好？来，先休息一下。